相片，法界普明慧菩萨，寄送第四首。大智诸菩萨，深入于法海，佛力所加持，能知此方便。 从第四首往下了，有七首几颂，是说菩萨能入，入就是讲的入佛境界。 第四跟第五这两首偈呢，是菩萨具备了啊，其如佛境界的条件。我们一般讲呢，对修行呢功夫。 达到这一个水平了，大智主菩萨，我们要特别注重啊，智。修行求什么？求智慧呀。 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向好啊，是自信本来具足的。我们要懂得了啊，凡夫。 这个信德为什么不写呢？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，烦恼习气障碍了啊，就是大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。 这个里面最严重的，是习气，为什么呢？习气是你自己不能觉察，已经养成习惯了，绝对不知道那是错误，啊，自己不觉得了，所以自己没有办法改进。 啊、自己不觉，就是愚迷，愚迷到了极处啊！这个事情麻烦了啊！菩萨呢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菩萨觉，所觉而不比 念念呢都能保持高度的警觉，所以他能成就智慧，累积智慧呀，就变成大智。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凡夫。 累积的是烦恼啊！烦恼是什么呢？依照经上讲的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反复起心动念，念念所累积的，我们想想，是不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呢？妄想无名烦恼。 分别尘沙烦恼、执着见思烦恼，六道凡夫天天累积这些东西啊，无量借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啊，他怎么能成就 啊，听佛这个听听经、言教不能开悟啊！啊，听多了，实在字里行间，所谓是不开窍啊！啊，劝导他都没有用处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听不懂。啊，讲的再白、再明显，还是听不懂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才真正明白了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“业障深重”啊，我们对“深重”这两个字。 体会不到啊！啊，什么叫深重？深重是什么样子？深重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很难体会。啊，实在讲呢，如果你细心去观察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就在周边，许许多多人事物，你能看到，啊，看到之后啊，最可贵的回光返照，我自己是不是这样？这就得受用了。如果不能回光返照，帮助你开智慧，但是你自己不得受用。 啊，你自己入不了佛境界，像此地讲“深入于法海”啊，这一句你做不到。啊，一定要回光返照。孟夫子讲“反求诸己”，啊，我们一般讲反省啊。 忏悔改过啊，自己的受用啊！消业障，长菩提。消业障从哪里看呢？烦恼轻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 少了啊，比从前少了，比去年少了，比上个月少了，比上个星期少了。哦，那你的进步很快呀、啊！啊，可是我们仔细观察。 不要说是，呃，不谈听说的了。常常在我身边的同学，我仔细观察，没有进步啊！啊，一丝毫的进步都没有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不懂得回光返照。 啊，虽然天天生活在一起，天天听我讲经，都没有用处，啊，只可以说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而已。啊，那么在古时候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。 我是没有这个功夫啊，没有真学问呐、啊。有真学问、真功夫的人，这个语言已经尽了啊！就是不管你怎么讲，人家天天在你面前听，听了不开悟，听了不得真实利益，这语言尽了。缘尽了怎么样？该走了。 释迦牟尼佛八十岁入般涅盘，什么原因呢？缘尽了。啊，古来祖师大德有实学、有真功夫的，皆是做如是实现呐。啊，可是现代。 由于科技的发达啊，有所谓啊远程教学啊，我听到从海外、从中国来的一些讯息，他们在网络啊，在电视机看这个录像带跟光碟。 得受用，由此可知，修行真苦，要不要跟在老师的身边呢？要。啊，跟在老师身边，怎么个跟法呢？不是身跟着。 啊，佛在经上曾经讲了一个小故事。佛家讲的是公案姻缘呐、啊。啊，有两个出家人。啊，发心呢亲近释迦牟尼佛，走在路上啊，很渴，没有水喝。 啊，好不容易呀、啊，遇到小溪里头有一点水，啊，有一个出家人看到这小溪里有虫啊，没有经过过滤啊，不敢喝，啊，这是遵守佛陀的教诫。啊，不敢喝这个水呀、啊，死了，渴死。了。 啊，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不顾了，啊，喝了水，继续走路，啊，到了释迦摩尼佛面前，啊，释迦摩尼佛问他从哪里来，啊，他说了，啊，他路上他的一个同伴，因为不敢喝没有过滤的水。 啊，他渴死了。佛笑笑说：“你那个同伴呢？见到我了，你没有见到啊？你们想想，佛说话这个意思啊，真正亲近佛陀、不离开佛陀的，是依教奉行。” 不能依教奉行，阳奉阴违，身体天天跟佛在一起，没有见到佛。你见到佛的是肉身，没有见到佛的法身，没有见到佛的智身，没有见到佛的三昧身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十种身。 你见到的是肉身呐、啊，其余的九种身你没有见到啊。那个依教奉行的人，才见到佛的真身，才见到佛的圆满身，他能深入于法海。 世尊当年在世 <coughs>，教导学生，启蒙就是持戒，戒律的图。 最难吃的，是名利财色。这四个字沾上一个字，去佛原之原矣啊！ 去善之时，一佛如是啊！应光大师常常教诫人呐、啊，这个是菩萨再来啊，距离我们最近呐、啊，对于。 现代人的毛病，了解的最清楚、最透彻。他老人家曾说：“夜海茫茫啊，难断无如色欲。” 一个是财，一个是色，难断的、啊。尘花扰扰啊，这是讲我们世间的红尘呢、啊，这个社会啊，啊，一番唯有邪淫。 最容易犯的，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极普遍的啊，电视节目里头有黄色的，有灰色的，啊，网络里面呢比电视还要严重。 这些东西在教啊，教什么呢？教邪淫，教贪财，教争名逐利啊！天天在教你啊！啊，多少人啊，乐此不疲。这个社会哪有安定的日子？ 啊，印足在比喻里头讲的好啊，拔山盖世的英雄，因此而丧身亡国者很多，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啊。啊，秀口井心之士，这是讲有才华的。 文人啊，志士，因此而拜谒孙明古今同愧呀。 咸与共车，同一条路啊！啊，那么看看近代，应光大师说那个近代六十年以前呢、啊？ 欲念越来越滋长，啊，盈利越来越狂妄，世界难免末日啊。 这个风气不仅仅是弥漫了整个社会，出家修道人也波及了，也被他毁掉了，多少善根深厚。 青年才俊呐，啊，都因此而伤亡，多么可惜！ 我们同学当中，年轻的同学不少啊，啊，有在家的，有出家的。哎，你们很用功啊，晚上功课做到两三点钟啊，三四点钟啊。 做的什么功课呢？网络上看黄色的色情，呃、看这些东西，我清楚，我明白。啊，我常常在劝导大家了。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。 佛法难闻呐、啊，这个机缘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如果你是忍不过，转眼之间阿鼻地狱就向前，得不偿失啊！ 如果你能够晚上工作到三四点钟，你在佛法上，你亲近诸佛如来，你是在积功累德。你如果离不开这些事情，离不开名文利养的诱惑。 你是加速度的，堕地狱啊！你们的状况我清楚，我明了啊！还有人告诉我。 谁告诉我呢？鬼神告诉我。啊，你们看看我的摄影棚，我摄影棚里面供的是九法界一切尊神，啊，还供着有。 城隍菩萨，这些尊神常常给我一些讯息。一般人听起来，这是迷信。 不知道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他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这也算是讲讲的，虽然不多，可是我们用的时间很长了、啊。我们在世俗。 《妙严瓶里面看到的，啊，佛在华严会上所讲的宇宙，啊，宇宙是重叠的，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立体的，不是平面的、啊。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多元次的空间。 啊，每一个不同维持空间里面都有生物啊，我们称这些生物为神灵啊。如果你具足真诚恭敬，心地清净不染。 就能够跟这些神灵沟通了啊！一切宗教典籍里面都讲到啊，感应道教啊，啊，我们有感，诸佛菩萨有应。一切神灵也有因。 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清楚了，更应当勉励自己，啊，自己前途一片光明，不能不真干呐、啊！啊，远离一切杂然。 至尊在《十善业道经上》上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：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句话要常记在心中啊！一切时，一切出。六根借出外面境界，念念都能提得起。 只要是不善，我们决定远离。不但这些杀盗淫妄是不善的，凡是对自己道业，这个道业是什么？清净心。 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慈悲心，有障碍的都是不善，都应当远离呀！啊，如何成就自己？ 纯净、纯善，这个重要啊！凡人修道，古今中外是一个道理，没有例外的。 总不免莫来障碍。啊，上一次，这一个月前，啊，达尔文有一位居士来看我。 他是菲律宾人，不会讲华语。他修定，啊，定中有许多境界，啊，特别来告诉我。 这个世界又在哪？这个世界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妖魔啊！我告诉他，我清楚，我明了啊！百分之八十五是魔。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，真正懂得的人不懂。啊，百分之八十五是怎么说法的？我们自己的身心不是外头境界，我们自己的身心百分之八十五什么？你懂吗？佛在《八大人觉经》上就说到了。 五阴是魔，我们这个身是五阴身呐啊，色受想行识五阴身呐、啊。烦恼是魔，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无名烦恼，烦恼是魔啊。我们仔细想一想。 这两大类占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比例，不止百分之八十五啊！啊，外面的膜呢？是贴膜、啊。天贴是什么呢？是讲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也超过百分之八十五。 修行难了啊！你为什么会受诱惑呢？啊，在我听到这些讯息，一点都不感觉的奇怪。 内膜跟外膜交感了、啊，自自然然呢、啊，你就堕落了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够不堕落，还能够勇猛精进，谈何容易？ 所以我们在古今建个念佛堂啊，我请人事到那边去负责啊，特别交代他，这个念佛堂如果真正有成就，就一个方法啊，什么方法呢？ 进入这个道场就不说话啊！你进去到那里去报道，发一个牌子给你，止语下面写上你的名字。你在这里住一个月，一个月不说话；住一年，一年不说话；不给任何人说话。 这个道场里头没有电话，没有传真，啊，没有报纸，也没有电视，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每一天就是念佛。你在这上住上一段时期，你心地清净了，外援全部隔绝。 这是我们帮助一个真正发心想念佛成就的一个增上缘啊，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啊四事供养啊，你的饮食。 衣服、一副卧具、一样。我们愿意提供供养你啊！啊，人只要不说话，他就不会起心动念了，妄想就减少了，道心就增长啊！杂心闲话了，你所有的功德都从口里流掉了。 落实了，你说多可怕！啊，你怎么能入于法海？不要说身了，一寸一分你都入不进去，哪里还能谈到身呢？啊，这个身上。 心越清净，慧越增长，你才能入于法海啊！法是指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还是形容啊？啊，如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，通达明了，这叫如啊！ 啊，通达明了，自自然然是你心得的启用，决定不是设心起用。设心是带着烦恼的。啊，你们学过一些为师啊，啊，你看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每一个识，每一个心所，都带有烦恼。 啊，都带着有习气。法相中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是转世成智。啊，实在讲，也就是教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所说的“舍事用根”。啊，“舍事用根”的最初方便。 就是不说话了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最初方便呐、啊。 啊，在这上用功夫，真功夫啊！啊，晚上用功，夜以继日，这叫真精进啊！用什么功呢？依旧是念佛，口里头只有一句“二阿弥陀佛”，没有第二句话。 见一切人，遇一切无，合掌阿弥陀佛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总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心口相应，心里是佛，口里是佛，不夹杂丝毫不净。 不夹杂丝毫不善，你成就了啊！这个样子你才能深入于法海，这个样子你才能得佛力所加持啊！我们讲啊，佛菩萨保佑啊！ 有人担心，那我这样学佛，那不是愈学愈愚痴吗？啊，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，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你起这个心动这个念，你还是妄想在做主宰。 你依旧是随顺烦恼习气，你何必来学佛呢？学佛就要遵从佛菩萨的教诲，就要把烦恼习气放下了。我这佛才能学得好啊！学佛带着妄想分别啊，这些烦恼习气。 佛怎么能学得好呢？不但学不好啊，就根本不能成就啊，根本就不能入门。这一点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、一切行为没有人知道，那你错了。你去念念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所说的，不要说阿弥陀佛了，啊，西方世界诸大菩萨不必说了，单单说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大众。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个过人都是天言动视，天而彻天，他心变质。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其心动念，他们都知道啊。尽虚空变法界，包括我们在内呀，包括我们地球。 所有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没有不知道的。你能瞒得过谁呀？啊,啊，你能瞒的只是愚人而已。啊，跟你一样愚痴。在这个世界，真正有德行的人、有学问的人、有智慧的人。 你都瞒不过我，何宽天地贵神、啊？诸位，如果明白这些事实真相，你也能够体会到为什么我教导出学。 第一门功课不是佛法，《了凡四训》从头到尾啊读三百遍你看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教人，我自己学佛就是这样入门的。朱荆州老居士。 给我这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我看了不止三百遍了。啊，这个书你要是读透了，你才真正。 相信因果报应，你才真正会动了一个念头。这个念头真心的，我想改过自新。啊，我从这个小册子里头知道。 善恶的标准啊，能够认清吉凶的征兆啊，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用这个来。 挽救今天的捷运呢、啊？我们要把《了凡四训》当作经典来读，啊，尊重他，认真向他学习。 那么现在，为了要帮助初学，我们把它制作成连续剧。啊，早年这个连续剧是两个小时，啊，实在讲两个小时很好啊，时间不长啊，每一天看一遍。 一年不要中断如果有时间，看两遍、看三遍，看的遍数越多越好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常时熏修，才能成为种子啊，强有力的种子。我们不被。 这些圣教讯息，决定就会被烦恼讯息所以在一天当中，二十四小时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接受烦恼讯息的时间是多少？接受圣教讯息的时间是多少？不成比例啊！啊，纵然你们很发心。 每一天听我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在电视机面前，一天听四个小时，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啊！四个小时听《华严经》啊，还有二十个小时啊，被烦恼习气所熏习，这四个小时的《华严经》抵不过。 你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我为什么要求啊进宗学院的同学们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为什么一天劝导你们听经八个小时，念佛八个小时，十六个小时的训修？ 你得要认真，你不能够敷衍啊！这个讯息才能够产生力量，这个力量呢，能够帮助你断烦恼。你要不肯这样做法，那就难了，太难。 佛法熏修有力，就得佛力加持；烦恼熏修有力，你就得妖魔鬼怪的加持。啊，我跟同学们讲的都是事实。 菩萨念念不离佛法了。菩萨心里头确确实实不夹杂毫分世间法，虽然硬化在九法界，与九法界众生和光同尘，但是人家丝毫不染。 啊，像宗门所说的，身这个身体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呐、啊。百花丛中过，五欲六尘的社会啊，他到这个候片叶不沾身呐、啊。 所以，他舍离的干干净净啊！为什么还要到百花丛中过呢？那是要广度有情众生啊！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呢、啊。 他不会沾染的啊！他为什么不会沾染呢？他很清楚啊，《八大人觉经》就讲的很明白：世间无常，故土为脆也。 身是苦本呐、啊，心是罪所啊。啊！他明了，所以能够做到丝毫不沾染，凡夫无知，迷惑不觉啊，被明文利压、啊。 无欲六尘，所欺骗了啊！所以菩萨能知此方便，方是方法便是便宜啊！方便就是最适合的方法啊！最适合的方法，那个意思很深很广。第一个，对自己修学最方便；第二个，教化众生。 最方便啊！这个最方便从哪呢？从大智啊，从深入啊，佛理加持啊，在这一手记里头，我们注重这六个字啊：大智、深如、佛家。请看现象品。 普明慧菩萨寄送的第五首：“若有以安住，普行住行愿，见彼众国度，一切佛神力。”这首寄诵说的好。 前面一首说菩萨具备的大德是大智，是深入，是佛家。第二首呢，安住普贤行。行命 什么叫安住？当年禅宗会可大师，禅宗的二祖啊，啊，求见大魔祖师。 为什么事情呢？为了安心、啊、心不安，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呐、啊。啊，大魔祖师观察这个因缘成熟了。 于是手伸出来，给这个会客大师：“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这一句话就定型了。会客回光返照啊，很久。 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密心了不可得啊！你叫我把心拿出来给看，我回过头来仔细去观察，去找，找不到，密心了不可得。大魔”大摩祖师说：“月入安心静，你不是要我替你安心吗？那我就把你的心安好了。” 心了不可得，慧可大师从这一句豁然大悟，这个因念转过来呢，就转凡成圣了，发身菩萨了啊！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天台大事件。 分正位的佛果，传法是这个传的不是传这个一波的，一波有什么用处啊？帮助你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呢、啊？一了百了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从此以后，再没事了。三种圆满，立刻就恢复了。智慧德能向好，一时具足啊，就安住。啊，我们今天安住在哪里呢？ 按住在烦恼习气，这个东西麻烦了啊！起心动念，无不是妄想分别之处哪一天你才能把它舍掉？此地所说的。 都是发生大事，不是普通的发生大事，都是等觉菩萨了。那是自自然然，丝毫没有勉强。 啊，我们念佛人，如果能够安住在净宗法门，他肯定成就。啊，如果他还心里头还想学习这个事出世间其他的法门，他没有安住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肯定。 他精中不能成就啊！他学再多的法门，也只是学一点佛法的皮毛常识啊。学得好，可以换取世间一点名文利养，啊，人家可以称你一个佛学博士啊，佛学家。 啊，混个头衔，名呐、啊！啊，聘请你去讲经说法，啊，给你一点供养利益，你还能得什么？断烦恼、长智慧、了生死、证菩提，毫不相关呐、啊！ 这种学佛，啊，充其量恭维你几句，说你一点好的，阿赖耶里头种一点佛法种子。除此以外，你还能得到什么？请教、学法。 马明菩萨在《大乘齐心论》里面教导我们的，啊，立言舌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源相。读过《大乘齐心论》的人不少啊，谁懂得这个方法？ 谁能够运用这个方法？如果你真懂得这个方法，会用这个方法，你这一生当中啊，能成无上道啊，不在会可之下了。非常可惜，这个论你是念了，你没有懂。 你不会用，可惜啊！啊，马明菩萨对得起你，你对不起马明菩萨了。苦口婆心教你，啊，对你怎么样不起作用？你说多可惜。 我们念佛人，应当把心安住在无量寿经，或者是安住在四十八愿。那最简单的呢，安住在六字洪明。没有丝毫不见夹杂。 这个人肯定成就，例子很多啊。我们常常在江西提起的地贤老和尚、郭楼匠的那个徒弟，他就是安住在六字后面，三年成就了，永远脱离苦海了。 大英雄啊，真豪杰，什么人能跟他相比、啊？没有人能比啊！啊，他一个字不认识，人生吃尽了苦苦头，那是他的真上缘啊。因为不认识字，所以不能学东西。 啊，把所有的这个学东西的妄念呢放下了，哎，认识几个字，这样想学，那样想学，糟蹋了。不认识字好啊，啊，在社会上没有谋生能力，啊，吃尽了苦头。 才真正想找出路啊！啊，他的成就，这就是他的善根啊！他的福德是老师给他的增上缘，他对老师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，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，他对老师的信心真的是百分之百啊！ 一点折扣都没有啊！老师教他的方法，我们听起来很平常，但是那是了不起的方法啊！叫他放下外缘，就念这一句、啊、阿弥陀佛。念累了呢，你就休息；休息好了，接着再念。 日夜不间断，啊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对自己身心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啊，也没有什么疑归。啊，什么规矩都不讲，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啊，他就成功了。 我们听到了，我们读到这种报道，心里头无尽的感动啊！啊，我也很想学，没有福报啊！怎么说没有福报呢？是因为我学了经教。 学了经教有弘扬经教的使命任务，我不能把这个抛弃掉，不干了。啊！我也用三年功夫，我真能成就。啊！我决定不在他之下。啊！但是这个使命是舍己为人呐、啊。 这是我的苦难、啊、假如今天有人来弘法利生，我看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会向他磕响头啊！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了，我就好退下来去学锅炉匠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印度所讲的“顿轮经分”。啊，轮是类别。我今天入了出家的僧人，啊，僧人里面。 我走进了弘扬圣教的这一轮，轮中还有轮呐、啊！我要顿轮精分呐！啊，从顿轮精分里面学习。 贤邪存真啊，邪是指邪知、邪见、邪行啊，贤是防止自己知道防止啊啊，一切时一切处。 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常存一片真诚。我学佛五十年的心得，总结为二十个字：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自卑、慈悲。 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。啊，五十年的修学，四十四年的讲习。总不离这二十个字。 由此可知，啊，郭老江的福报比我大了，我不如他了。啊，他那个路子走的是纯正的、纯净、纯善、纯正。啊，那么短的时间，有不思议的成就。 展现给我们，为我们作证啊！安住六字后面。啊，华严是大教啊，化身菩萨所修的，所以菩萨们呢，若有以安住普贤诸行。 当然，言教初住以上，都是已经安住、普贤住心愿。了。啊，我们没有证得菩萨的果位，向菩萨学习。 礼敬祝福要记住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祝福。啊。三善道的众生是祝福，三恶道的众生还是祝福。我们要用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去修礼敬啊。 啊，从离境这个行为显示出自己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啊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是信的。你看看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我们今天虚伪。 染无，心有高下，啊，自以为是，功高我慢，这是烦恼，是习气呀。学佛决定不再随顺烦恼习气了，啊，决定要随顺心得。《金教》里头所说的。 全是性的啊，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教出学，都是从礼敬入门啊。你看儒家教人，《礼记》里头确立头一句。 去离月，无不尽啊，《普贤深院第一条，礼敬诸佛。我们常常在佛门许许多多仪规里面看到，一切恭敬，一心顶礼啊，这些词句。 我们念得很熟啊，但是什么？不解其意呀，这道理太深了，不懂啊，不能落实啊，啊，依旧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。 见到别人，总觉得自己比人家要高一等，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种京剧，马上能想到我自己安住在烦恼习气里头，没有安住在圣教当中啊。 普贤行愿第二条是称赞如来。我们什么时候肯称赞人啊？总是想的是贬低别人，抬高自己啊！这个念头，傲慢的念头啊！ 成会烦恼里面的一分呐、啊，这些错误要不能把它修正过来，别说大乘佛法，你不得其门而入；小乘你也没有分呐。啊,啊，你想，你看。 小乘出国须陀洹也得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！念佛带着这些烦恼吸气，不能往生所以为什么那个？ 不认识自己，什么能力、什么知识都没有的那种老太婆、老阿公念佛不容易成就。他自卑，他谦虚，他对人恭敬，他心念当中我样样都不如人，哪个人都比我好，他成就了。 这个与心得相应啊，我们自以为是知识分子，了不起，念念与烦恼相应，不一样哎。啊，《普贤行,行愿》第三条。 广修供养，广修供养落实在孝养父母这个父母意思要展开啊！菩萨戒经里面，佛常说：一切男子是我父。 一切女人是梦啊！那个我是谁呢？我是释迦牟尼佛了。释迦牟尼佛眼睛看一切众生，是这样看法的。所以恭经供养，啊财供养、法供养，啊无为供养。 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医，从出生、八相成道，到视线入半涅盘，啊，这一生八十年当中，确确实实他所作所为。 是在孝养父母，是在广修供养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昨天我听说我们此地。 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不远的地方，大概走路十几分钟。有一个当地的老人，听说也有八十岁了，啊，他非常难得，发心照顾重病的人，啊，医院里头已经放弃。 医疗了，他把他接回来，照顾他，安慰他，希望他走的时候心情愉快，没有恐怖，这了不起啊！这样的心情，我们立刻就想到新加坡的徐志。 啊，他特地到我们学院来拜访，把他那些资料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了。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资料。啊，我们应当去拜访他了。啊，他有些什么困难，我们要帮助他了。 光修供养啊，啊，垂危的这些病患，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、啊、开导。 对于这些人，我们不能够学天主教啊，学这个基督教啊。基督教也遇到了人灵明重时了，马上就给他受洗啊，就纳入是他的信徒了啊。我们不可以，我们要问他，他信不信神？ 啊，他是学哪一种宗教的？用他的宗教来帮助他，这才叫大慈大悲呀、啊！啊，你叫他念阿弥陀佛、求生净土，固然是好啊。他对于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太陌生了，很难接受啊。 啊，他一生心目当中都是上帝，都是天堂，这也是好事情啊！劝他把心定下来，万愿放下，啊，一心想上帝，一心想天堂，啊，佛在经上常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要放下对这个世界上的贪念。 啊，这个世间一切通通放下，没有丝毫贪念，一心去想你的天主，想你的上帝，想你的天堂，肯定得神呐、啊！啊，教他忏悔。啊，人在世间难免呢犯有过失，这个时候要真心忏悔。啊，求神求主啊原谅。 中国谚语常讲啊，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呐。啊，古圣先贤常说啊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、啊”呐。啊，他那个不善呢，是他的习气，是他烦恼在作祟他的性是本善的、啊。 他是本净的啊，所以最后一念决定他来生啊，最后一念是念上帝，是念天堂，他肯定得生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去跟他交谈了，去安慰他了，啊，有需要帮忙的。 我们也非常乐意帮助他了。给诸位说，这都是属于无为布施。无为布施里面，你看有法布施，你劝导他法布施；啊，带一点礼物送给他的财布施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行菩萨道啊！这叫落实普贤行,行愿。普贤行,行愿。 不是天天在佛堂里念念的那个没用处啊！要做到啊！啊我再过几天要有时间，我会去看看。 我会去帮助他。啊，行愿第四条，铲除业障。铲除业障要在念念之中。 即心动念之处啊，一个念头错误啊，就马上就要忏悔啊,啊！这个错误的念头马上放下、啊，善、啊、念要增长。你看《三十七道品》里头。 四正勤啊，四正勤是真正参出业障啊。一生的善念要叫他增长啊，没有生的善念。 要帮助他生啊！已经生的恶念要断了、啊，立刻就要断了、啊；没生的恶念呢，要叫他永远不生。这是真正的忏悔业障啊！所以功夫啊。 是在念头起初。去用功夫，才能够得力。道已经现行，那迟了。啊，现行觉察还不知道悔改。 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下面呢，我们就省略了。诸位同学要多想一想啊！你看看，发身菩萨了。 安住普心行愿，诸佛如来硬化在世间，安住普心行愿，见彼众国土一切佛神力这个两句话很难懂，很不容易体会到。啊，要不读《华严经》。 不能够深入于法海，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两句的境界。啊，唯有真正落实普贤行,行愿的人，他见到了，他能够体会到。 一切佛神力啊，跟前面佛力所加持，前后相呼应的。这一首偈，关键在那个“剑字啊，“就是中文里面讲的大彻大悟。 啊！你一见到一切差图里面的真相啊！啊，气世间、有情世间、知真觉世间。再看下面这一首：若人有信解，即已住大愿。 具足生智慧，通达一切法。这些都是说的菩萨具足的大德啊。这个地方的大德就是性解愿。 我们通通没有啊！啊，如果真正有信心，试问问你还有时间去贪念世法吗？啊，你还喜欢贪念世法？ 还不能舍弃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！虽然学佛，佛法在你生活当中所占时间比例不大啊，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搞世间的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享受。 你不信呐、啊？啊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你不解啊，信是入佛门第一个条件。 信了之后呢，他退心了。啊，为什么会退心？他没有了解。啊，所以有信心入佛门，这个信心要培养啊。啊，信心入佛门呢？ 那个信心是属于善根的，他对佛法生欢喜心，遇到善知识，善知识有责任培养他，啊，培养的方法决定不能离开经教。 三字经上讲的“狗不教性乃迁”呐，他就会被诱惑。明文利阳在诱惑你，五欲六尘在诱惑你。 啊！你经不起诱惑，就随他去了，是你不信佛法、不解佛法啊！我这一生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啊！啊，我没有被诱惑，我没有。 退薪靠什么呢？靠天天镀金，天天奖金啊！昨天。 韩馆长往生五周年，我在纪念会上做了简短的报告啊！啊，我感他的恩德了，他督促我，成就我。早年十七年住在他家里，啊，我在他家住十七年。 几乎他每一天都不放过，我讲经他听，听了回来他问，啊，他没有懂的地方，他有疑惑的地方，天天问呐、啊，那个佛法十七年，我们真的是。 教学相长他对佛法是从那个时候奠定的根基往后这十几年，这个这个经营华藏图书馆，那是他的视线。 世间人不懂啊，没有慧眼呐，啊，是他的视线呐、啊，那种喜怒哀乐，那都在那里表演呢，啊，明眼人清清楚楚。 啊，世俗人，啊，才说他嗯，对法法有功啊，但是也有过啊，功过参半呐、啊。世俗人呐、啊，俗眼所见呐，慧眼所见呢，他只有功，他没有过。啊。 啊，我的佛法从老师那里学得的，是从他护持三十年成就的啊！没有这个有力的护持，天天督促你，天天找你麻烦，成就你六波罗蜜。 你所学来的没有用啊！啊，你所学来的完全是口头的，完全是表面的，你不能够欺辱啊！啊，如果我经不起折磨，那就惨败了。 要经得起折磨啊！从折磨当中成就自己，见定慧，成就自己的六波罗蜜，升起感恩之心呐、啊啊！绝对不会有丝毫怨恨的念头啊,啊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这个心情多愉快！ 都快乐，发啊，法喜充满了，这一种高度的精神生活，馆长帮助我成就我的，谁懂啊？我要不说出来，没有人能懂，啊，能懂是。 李老师能懂，啊，像张家大师这样的人能懂，普通的人不懂啊。羞羞！说实在话。 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啊，自己没有深厚的善根，没有良好的学习的心态。 你们跟着我啊，学习那点讲座啊，我在那点讲座里头也有一篇心得报告啊，我的心得报告，老师看过。 内叠银学纲要》啊，我在这个纲要里面提出四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修学的心态。修学的成败，心态要占百分之九十，方法充其量顶多只能占百分之十。 说个老实话，方法并不是非常重要的，重要是修学的心态呀。啊，这是成败的关键呐。啊，现代一般人修学的心态没有了。 修学心态根本的，教学就是《弟子规》弟子规》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学生，怎样做一个好儿女。啊，你拿那个展开来看一看，对一对，我们做到几条，几条没做到，立刻就晓得了。 啊、那是一面镜子，照一照，我是不是个好学生？我是不是个好子弟？啊，佛法修学有没有成就？根在这个地方啊，去心了要求解，解。 又帮助你信，啊，帮助你入正信，帮助你的真信，啊，结了之后再落实，啊，如果不落实，你的结是空的，啊，虚而不实啊。 我真正了解多少，我就做多少。结帮助行，行帮助结，结跟行永远是相辅相成，一直到无上道啊！菩萨了，对这桩事情真的叫乐此不疲啊。 啊，一分一秒都不会空过啊！啊他真干呐、啊，一级住大愿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大愿，就是普贤十大愿望，具足生智慧，通达一切法 啊，这个生智慧呀、啊，是从解行当中得来的。啊，注意要记住：有解无形。清凉大师说的好，增长邪见；有形无结，增长无名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解行相应，结跟行相辅相成。 这样才具足生智慧啊！智慧开了，就通达一切法啊！在一切法里面，你就自在无碍了啊！然后又具足向普贤菩萨的大愿。 真正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不求自己的安乐，常念众生的疾苦啊！啊，这个才是。 佛菩萨的红印，佛菩萨的红印，念念心心，无不是利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。 这个苦难众生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